常会，就跟记者朋友们把刚节目，然后再来就是大家也知道陶子坚在这里，三本堂的那个餐饮集团的代言人，所以我会把这个宣纸带到越南，然后我们即将会在那边开店，然后破店嘛。那现在呢，就是除了三本堂这个在台北内湖店，那即将在那个新北市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到新北市都可以吃到，或是可以直接就是到内湖店，好子常常在那内湖店出没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是三本堂在越南的开店，应该是在时间很紧绷的，所以这次过去会看点，对，看点之后就开了，要开在最繁华的地方是。第一郡或是第五郡这样，有人去过越南吗？第二郡，老板不要，所以他只要第一郡还是第五郡，对啊，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老板财力雄厚啊，就希望我们这个三本堂在那边可以打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站，一个知名度的，反正。有陶子的新闻，就是已经好新闻。现在在那边已经有十几篇报道关于陶子要过去，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去那边的时候，就是要看我们母亲，因为我已经跟我妈妈是2008年的，我很期待看到她。然后我也会把这本带给我妈，送给我妈，因为我很紧张，因为里面的照片全部都很清纯啊，很生活，也有一些很火辣，大家也看有都有看到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自己看到有一点点害羞了，不过我觉得至少跟一般辣妹比起来是走比较可爱的路线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走比较亲近的路线啊，对越南朋友也很喜欢，所以卖的还不错。嗯，说到越南，我好像知道陶子还有在教朋友们一些越南话。对，讲到重点了。对，我最近因为除了当一个艺人、一个演员之外，陶子自己又开课，然后当老师，越南文老师。那这个课程呢很特别，就是我